三国杀这个风靡国内的桌牌游戏呢，现在已经拥有百万玩家。那这个桌游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。其实呢，这是一款适合很多人来参与的益智游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三国杀呢是我国大学生自己设计的一款原创产品，现在已经开始在亚洲地区，甚至在欧美一些地区流行。却是叫嚣，怕没人注意到，他们得意着作妖，纷纷扰扰着人间，缺个公道。我此三界，别无心，自顾去逍遥。